然后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来啊，不是，等一下，我还没有讲完，等一下 ，OK， 你让我把稿子先念完好不好？就是呢，我你看我忘记要把它讲什么了。咦，贝贝是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我们家有500万。今天为什么会拍摄这部影片呢？原因就是我们拍摄这部影片的当下呢，就是500万的生日。因为上一次呢，他唱了一个生日歌给我听，这一次我一定要唱一次这个生日歌给大家听，好不好 ？1, 2, 3, 4, 5, 6. Happy Long Music, please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他的生日呢是在9月1号，然后呢是跟马来西亚的国庆呢相差只有一天。马来西亚嘛，我们的马来西亚呢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，所以我唱了华语的生日歌过后呢，我也要唱马来文版的生日歌。Selamat Hari Jadi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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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。What?英文的、英文的还好，我觉得英文已经很普通了。我今天要唱一首独家，我刚练的一首歌，生日歌，艾米尔文版本的生日歌，来听好不好？阿布咩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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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！好了，说到呢，今天是他的生日呢，最重要的是我就准备了一份礼物给他，这份礼物呢是他很喜欢的一份礼物。自从我们开始拍 YouTube 过后呢，总之夯不浪买回家的东西呢，都会考虑要不要拍一个开箱影片。那么这个生日礼物呢，也不例外。在揭晓这个生日礼物之前呢，也要来个开箱影片。我们来揭晓一下今年500万的生日礼物是什么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开箱的呢是500万他很想要买的一个礼物，就是这个是这个叫什么 MK23 钢铁机甲，钢铁机甲，好不好？我们就直接来开箱这个东西。我们就是要开箱吧，现在开吧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来介绍它的盒子。这个是一个改良版的一个钢铁装甲，就是大致版的钢铁。然后你看它的颜色呢，也是不一样的。这个在电影里面、卡通里面没有出现过的。这个是黄色配黑色的一个，有黑色配色，有这个是黑色跟白色的，是吗？然后有一个红色跟一个 blue color 的。OK， 然后它的名字叫做 Sembo Block， 然后呢，出产这个玩具的公司叫做。森宝积木非常的酷，我们从那个百货公司的那个专柜上面拿下来过后呢，发现后面它有第二种形态的，它可以变成一只恐龙啊，是恐龙吗？我也不知道，狗吗？狼吗？哎，是狗，他们可以开车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，就来开箱这个东西吧。OK，Let's go。I'm in go。OK， 首先呢，我们就要来先把它打开来。OK。OK。从上面看下来。OK， 好，它的接口在这一边。哎，你的剪太大了。那、你试着抽出来吧。好丑。喂，轻一点，轻一点。好难受。啊。OK， 好，它有几包？1, 2, 3, 4, 5, 6.足足有十包，然后有这个说明书，就是狼的说明书。它狼就是机器人说明书，所以我们今天会做的是这个机器人的，就是粘着，等下粘在那个机器人上面。开始吧，首先呢，我们把它打开了，然后放一堆一堆一堆，不要缠在一起啊。Go。说明我们现在就来开始，我们要先装的就是他的这个人，这个乐高人，这个叫 Tony Stark。看说明书吗？我
Photoshop 就完成了。可以，不知道，好像你看说明书，你转我转啊。你停，我来找。哦，我们终于做好脚，来看一下，修一下。好脚，我靠！好，我们再继续完成接下来的工作。接下来这个应该也是脚吧？脚。再继续做，加油。也是。OK， 我们终于做好了啊！做好了，这个我们花了多久？很久的一段时间才把它做好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一个完全就是很大个了。你看它整个，哇哦，里面是可以打开，来秀给大家看，你怎样打开？打开了，然后里面是装一个 Tony Stark， 然后它的关节都是可动的。喜欢你今年的这个 Iron Man 积木玩具吗？超喜欢的，对吧？开始了吗？ Yeah， 开始啊。Hello， 我们买了好多东西，可是不要再来一次。多。你讲一声啦。有三个。Hello， 我们买了好多东西，然后我们要开箱啦。跟我们讲一下你今天要开箱什么玩具？这些车子 Lego。等一下，这些是什么 ？Iron Man Lego 车子。哦，有还有车子啊！来，车子拿出来看一下。这个在装修啊，这边哦，它可以这边可以开的，它这边会开的出来。嗯。是 Batman， 我们又有 Batman。Batman 车。可是它是 blue color 的，这个是，都还有嘴巴的。哈哈哈哈。买错掉都会有嘴巴跟眼睛啊。这是最后一个。所以你现在想要先开哪一样？开这样。所以你要先开车子的。你们选一个哪一样你喜欢的车子，先吧。我们现在就一个一个来拆开来。我要拆，就是这个有眼睛嘴巴的。哇，当然就是这个车。你很美一下而已。车子给你，它可以放住相机的呢。这个，哇！然后下面是白色的，哒哒。哦，什么来的？它的可以坐下去了。它的旁边是可以这样拉出来的吗？哦，是座位来的耶。对。它是一个座位来的。哦，后面拉也可以，超帅的。未来车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那个蝙蝠侠的车子，又是一辆蝙蝠侠的车子。好，所以这一次的生日你就有买了四辆 race car， 喜欢吗？嗯，可是我现在要开这个。OK。小便。哦，那都一定会完蛋，做不完一定会完蛋。有看到吗？没有。那头要怎么弄？弄得到吗？来，我帮你弄。你弄别的。我要一个。请问这个安利有什么难吗？需要帮忙吗？要。帮我装一下，装哪里？装两个啊，它很酷哦。我的那个更酷，我那个最大只的 Iron Man 更酷。OK， 那就是这样。然后它 Blaster， 不要忘记装它 Blaster。弟弟，这个给我两个，可是帮我装一下。嗯，就这样装了。所以它就变成一个这样。像冲天炮这样，然后装在哪里？装在它的烧，哒哒！你看，
我以为，然后这个是在装后面的是吗？嗯，我也给我看，我知道吧。我靠，钢弹咩？我不行。这样夸张？看看最后是这样子。好，放在这边。完成，来往下一个进发。小鬼，你跟不跟？宣布。年轻人终究还是年轻人，太冲动了。都这边不一样了。三号啊，对啊，它有分号码的。你看，这个是 one 一号，一号机。哦，有一号。然后这个是二号机，二号机，二号，这个是三号机，三号 ，number three， 然后这个是四号机，四号，可以啊，你可以开了啊。然后它最重要的就是呢，它是四只机器人，然后可以组装成一台大机器人。OK， 你有两个选择，嗯，一就是做小架的。二就是一次过做一台大架，我觉得你先做小架的先，但大架的不简单哦。你要直接做大架了，好吧？那你就直接做大架了吧，大架的在这边 ，Let's go。这边有，这边还有一个，你坐对吗？看看，哒哒，我们做好了，耶、yeah ！看一下，哇，这架机器人真的很难做，它有很多的那个细节，我们还是完成了。不过它之后也是可以做成四只小小只的机器人，所以下次我们再来尝试一下。可以变成狗。OK 啦，今天的开箱就到这里啦。喜欢吗？你的生日礼物 ？Yes。耶，今天影片就到这里。喜欢的话记得订阅、按赞，不要忘了按小铃铛哦。铃铛。拜拜。拜拜。